我是刚刚列车长的白新年，4月1号，早上几点58分，从白车市是 A 次中央沿线到树林的沿右，51633圈的，拜拜。来了，我最喜欢的4152次，那个北湖白车中央沿线到芙蓉的引力车站下面左转900米的。耶、yeah ！现在都可以九百可以搭回家了，现在有900可以搭回家了。914圈哦，然后刚好到瑞芳街6400。啊，这个拜拜喽。4152次哦。如果你喜欢片的话，咱们多多留着，帮我们来自来讲，拜拜。有这边有，没骗人，有的坐轿。4152次，终于个人首度达成4152次。开往芙蓉的914圈了。如果下面的马达没多久就知道了，可以关闭车门。关闭车门。4152次在双转上呢。好，关闭车门就拿，拜拜。